几个月前，我们也与广州市政府完成战略合作的签约。我们要将广州打造成全球第一个城市空中交通的试点城市。而今天，我非常高兴在这里宣布，EHang智能与合力创新将在天鹅广场完成全球第一条商业化的载人无人机商业航线的开发与运营。 有了EHang的216，有了城市空中交通，我们将可以彻底的去解决我们如何能够从现在我们在一个平面上的一维交通方式，能够升级到城市的 3D 立体交通方式上，我们将会用我们的主力与合力创新，我们会将在各自的领域里面发挥出我们的优势，然后给广州人民带来更好的夜间经济的体验，给广州人民带来更好的城市空中交通的体验。谢谢大家。